吃保健品补充维他命 B 群快速方便，不过要注意了，最新研究发现 B 群之中的 B12摄取过多，有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。 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的最新研究，八年追踪5571人，去除年龄、性别、肥胖、肾功能等干扰因素后，观察血浆维他命 B12的浓度，浓度大于455.41 匹克的受试者，比浓度小的人死亡率高出一倍。摄取这个 B12的来源的方式是什么？哦，可能会有关系到。假如说他在摄取的方式是说，他可能大量的使用这些东西，甚至会连带的会合并造成一些可能高血脂啊，或者是有一些。 代谢性的疾病出现。医生说，B 十二吃太多会产生中毒现象。以一般成人来说，每天摄取2.4微克就足够，除非是恶性贫血患者，才需要高量的摄取。 你可能给他单次太大量的时候，他会出现恶心感，甚至会出现头晕的症状。在使用维他命的补充的时候，尽量是以综合性的维他命补充为主，尽量减少自己认为的单一维他命的缺乏而去补充。B 十二可以治疗贫血，也可以帮助神经传导。每个人的吸收状况不一样，所以目前没有过量标准，除非有特殊疾病才需要额外服用。一般民众参考建议量摄取，才能保健又没反效果。记者姚丽强5号采访报道。